把一个易拉罐放在斜坡上，易拉罐会向下滚。下面把一个锥体放上去，锥体竟然没有下落，而是自动上坡了。不仅如此，让二者在斜坡上同时运动，结果他们像不认识一样，出现了各走各路的情况。可按理说，受重力作用不应该都向下吗？为什么视频中的这个锥体偏偏能对抗重力向上滚动呢？其实得益于锥体和斜坡的特殊结构，你会发现这个斜坡并不是平行的，而是一个八字形，它的底端开口窄，顶端开口宽，锥体则是中间宽，两侧窄。当锥体位于斜坡最低端时，它的支撑点会偏向于内侧，而越往上运动，锥体的支撑点就越往外靠近，所以锥体看着是往高处走，实际上它的重心一直在降低。更直观点，我们拿条尺子量一下，因为锥体的形状十分对称，所以不难找到它的重心所在，即中心轴的中间。现在在斜坡底端，锥体的重心相对于桌面的距离是6厘米左右，滚到高处后距离显然低了点，如此一来，重力势能便转化成动能，促使锥体运动。锥体上滚是一种违反直觉的机械现象。最早由一名名叫威廉·利伯恩的土地测量员于1694年发现，又叫双锥体悖论。因为视觉参照而出现误差的情况有很多，比如在这个奇怪的斜坡上，骑车上坡不仅不费力，就连矿泉水瓶和轮胎也能轻松地爬上去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但如果跳出来看的话，其实你以为的上坡都是向下的，只不过受周围环境的影响，再加上坡度不明显，你便会产生上坡的错觉。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个反重力现象，一个上坡的空心聚苯乙烯泡沫圆盘和双锥体不同，它的重心是这样变化的。